超越力量。当让德超豪越向南以好客以及团结文明，而这一次承办2015年的亚太青少年运动会，也将充分表现出情谊本色。而在这特别的荣耀日子里，我们将以最热情的地主之谊，竭诚欢迎您。这一次大会的头盔是由设计理念，也就是来自桃园市这个充满自然资源的地方，盛产花卉以及水果。当然，在体育推广运动上面也是不遗余力。另外，桃园的桃这个字呢，成为整体造型发想的来源，并融合桃园行政区，与桃字合并，幻化